下小声一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甜甜跟她男朋友在睡觉，我现在去抓奸。不敢讲是不是？到底是谁？好啦，是 Pola。你们为什么要在一起？你们两个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秘密啊！来脱单！好，都没有穿衣服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拍到 Pola 跟甜甜睡在一起的证据了。躺在床上点麦当劳，这是多费的一个生活。躺在床上点麦当劳，然后还点失败。我拍到 我刚刚看到 Pola 她男朋友的照片。啊！我敲到那个，我敲到嘴巴。